马步，马冲，冲拳要重新哇。对啊，你会不会太近？会不会好用？心窝穿出来。你看老师都做的很标准给你啊，然后你就知道了。然后呢，给一二三四五，这边拱手。八八就是其中一个，来这边的，是啊，你自己也感觉到，如果你不标准，你会碰到那个不恰当的地方就痛啊。你应该那个还记得那个内关穴、外关穴了，那就不会痛了啊。再来，从这边算，一，这边算，往上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对，再来一二三四五。那碰对地方，真的很聪明的。对，他光是学习能力就已经可以有这个层次程度哈、哦，那再好跟我稍微练一点，他就跟他在一起就好了。啊，现在不够好，不够标准，是因为没有练够。嗯，不需要太苛求。哎，居然学起来哦，居然记下来哦，那你以后就好办了。啊，连学都学不起来，记下来就不标准，就。好，OK， 好，先关了，好。